然后再删了。今天带你去外婆家哈。今天去外婆家吃看看哈。外婆家哈。吃完早餐就去丈母娘家里送节包子。嗯。带来一个包子。啊。沙沙沙。沙子。那不是发了去吧？我非得要得来。我没有放。沙子。宝宝。嗯。现在早餐已经吃好了，好吧，带你去见外婆哈。去外婆家哈，去外婆家做客啊。要去外婆。Hello， 宝宝。要去外婆。小勺勺。看到那个小。我体验无锡。你是？无锡。修修嘛，就个去修呀，五十个嘛，个去。我老婆都不想一天的呀，我就修五十。啊，你笑什么呀？快点提呀，管他死的。姐，爸爸的五十是不是好帅呀？看着。爱白太阳噻。看着看着。还得提胡子。切。爸爸把胡子刮掉了，是不是好帅呀？啊，老帅老帅的。啊？是不是又回到了小鲜肉啊？老腊肉，没刮之前是老腊肉，刮之后是小鲜肉。例外，这是脸上满脸的痘印、痘坑啊，痘坑的都还好，是吧？地球模样，你叫地球，你叫什么呀？家走啊，去外婆家，拜拜，去外婆家了，明天回来哈，拜拜。正在吃饭呢。爸爸很新的了，很新。哪个弟弟给你做的？要。我帮你尝一下味道。可以。好，弟弟带。他给你。现在回家了，都估计马上要下雨了，天都暗了。现在已经到家了。这是把你家儿子十岁的衣服都背来了吗？这些衣服啊，都是我媳妇她侄子侄女的，他们以前小时候穿的。他侄子还有侄女都五六岁了。有这些衣服啊，估计我小孩能穿到五岁。能穿到五岁，好吧？你五岁之前不用买新衣服了啊！你看你外婆帮你准备了这么多衣服啊，塞一把。我说不要不要，一直塞车上，我就醉了。看看有这么多，车里还一袋子已经洗好了的热天穿的。以后不用买衣服了，省了一大笔开支。你看你的衣服这么多，宝宝，都是你的。爹，有女孩子穿的，也有男孩子穿的啊。你哥哥姐姐的衣服啊，我把你放起来哈。啊，你要慢慢穿，穿到五岁啊。你放起来。